2016年的时候，第一次和朋友到四川玩，那个时候第一次去四川，满街都是串串儿、火锅啥的，有些店儿坐在那个店门口搭个帐篷，摆几个桌子凳子，放到外头，都坐在外头吃。走过七八家下来，没得人点鸳鸯锅，都是红的发头的大红锅。当时跟朋友的那个叫什么老三串串香，一单的那种签子2毛钱，长点的签子也才5毛钱。当时两个人点的100多串，才30多块钱。那个冷锅串串，就是那个大锅盆里边全部都是红油。点好串串，老板就把那个串串放到铜锅里边煮，煮好的串串就直接拿过来，放到冷锅里边转两下子就可以直接吃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四川菜都是特别辣那种的，吃的时候太香了，而且不会是让你受不了的那种辣，就是吃的流汗，哎，但是很爽，还想吃。今天我们自己就搞个冷锅串串吃一吃。抖音。